중국 드라마 대사를 예문으로 성어 우능 웨이리를 배워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힘이 될 만한 능력이 없다가 직역이지요. 아무 능력이 없다. 어떻게 해볼 도리가 없다. 즉, 용부상리량 或者 리량 보로 힘을 어떻게 쓸 수가 없어요. 혹은 힘이 너무 약해요. 여섯 개의 드라마 예문을 자막 없는 원본 두 번, 해석, 자막 있는 영상 두 번, 이렇게 각각 살펴본 후에 여섯 번씩 반복해서 외워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듣기를 연습하실 때는 정상 속도로, 따라하면서 외워보실 때는 0.75배속으로 하시면 좋습니다. 我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我自认为拥有朋友，拥有金钱，拥有了一切我想要的东西。我能够改变一切，甚至改变世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终究还是无能为力的。我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我自认为拥有朋友，拥有金钱，拥有了一切我想要的东西。我能够改变一切，甚至改变世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终究还是无能为力的。我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어려서부터부유한가정에서생활했어。我自认为，나는스스로어떻게생각했었냐면，拥有朋友，拥有金钱，拥有了一切。我想要的东西，친구도 가지고 있고 돈도 가지고 있고 내가 원하는 모든 것을 가지고 있다고 생각했어。我能够改变一切，甚至改变世界。自认为에서계속이어지는거죠。나는 모든 것을 바꿀 수 있고 심지어는 세상도 바꿀 수 있다고 혼자 생각했는데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终究还是无能为力的。오늘에와서야뭘발견했냐면어떤일들은우리가결국은아무능력이없다는거지우리힘으로안되는게있다는걸알게됐어。我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我自认为拥有朋友，拥有金钱，拥有了一切我想要的东西。我能够改变一切，甚至改变世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终究还是无能为力的。我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我自认为拥有朋友，拥有金钱，拥有了一切我想要的东西。我能够改变一切，甚至改变世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终究还是无能为力的。上学的时候解答的问题，好歹还有个答案。可是现在，我每天遇到的都是没有答案的难题。遇到无能为力的事情，有一种想放弃的心情。上学的时候解答的问题，好歹还有个答案。可是现在，我每天遇到的都是没有答案的难题。遇到无能为力的事情，有一种想放弃的心情。上学的时候解答的问题，好歹还有个答案。好歹는좋건나쁘건이직역이고요反正하고비슷하죠어쨌든어쨌거나학교다닐때풀어야했던문제들은어쨌거나답안이라는게있었는데可是现在我每天遇到的都是没有答案的难题하지만요즘내가매일맞닥뜨리는것은모두답안이없는어려운문제들뿐이다遇到无能为力的事情，有一种想放弃的心情。내가어떻게할수없는내가아무능력이없는그런일을만나게되면포기하고싶은그런마음이생기지。上学的时候解答的问题，好歹还有个答案。可是现在，我每天遇到的都是没有答案的难题。遇到无能为力的事情，有一种想放弃的心情。上学的时候解答的问题，好歹还有个答案。可是现在，我每天遇到的都是没有答案的难题。遇到无能为力的事情，有一种想放弃的心情。我的妻子患了重病，住院费、手术费都很昂贵。
我负担不起。我虽然着急，但却无能为力。我的妻子患了重病，住院费、手术费都很昂贵，我负担不起。我虽然着急，但却无能为力。我的妻子患了重病，住院费、手术费都很昂贵，我负担不起。아내가중병에걸렸는데입원비며수술비며너무비싸서나는감당을할수없었지我虽然着急但却无能为力몹시다급했지만아무능력이없었어도무지어떻게할수가없었어我的妻子患了重病住院费手术费都很昂贵我负担不起我虽然着急但却无能为力我的妻子患了重病住院费手术费都很昂贵我负担不起我虽然着急但却无能为力这事到底有多严重啊集团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可是我还是想陪你回去这事到底有多严重啊集团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可是我还是想陪你回去지금모두미국에나와서뭐유학하고일하고하는중인데이여자아버지가국내에서커다란그룹을이끄는데아마아버지한테문제가생긴모양이에요저事儿到底有多严重啊도대체얼마나심각한일이길래그래集团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우리그룹이생긴이후에최대의위기라고하네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可是我还是想陪你回去이남자는그냥돈없는고학생인거죠내가아무능력없다는거알지만그래도너랑같이귀국해서너를좀도와주고싶다这事到底有多严重啊集团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可是我还是想陪你回去这事到底有多严重啊集团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可是我还是想陪你回去那您知道有关于给我捐献的这个人的信息了吗我特别想当面的谢谢他这个嘛你爸妈也托我打听了但是呢这个捐髓者再三表示不愿意透露他这点上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那您知道有关于给我捐献的这个人的信息了吗我特别想当面的谢谢他这个嘛你爸妈也托我打听了但是呢这个捐髓者再三表示不愿意透露他这点上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那您知道有关于给我捐献的这个人的信息了吗그러면의사선생님께서는나한테골수를기증해준이사람과관련된정보를아시나요我特别想当面的谢谢他그녀에게대놓고만나서감사하다고말하고싶습니다这个嘛你爸妈也托我打听了그문제는당신의어머니아버지도나한테부탁해서알아봐달라고했는데但是呢这个捐髓者再三表示不愿意透露그런데이골수기증자가제3제차밝혀지기를원하지않는다고말해서요这一点上我真的是无能为力이문제에있어서는정말나는아무능력이없네요那您知道有关于给我捐献的这个人的信息了吗我特别想当面的谢谢他这个嘛你爸妈也托我打听了但是呢这个捐髓者再三表示不愿意透露他这点上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那您知道有关于给我捐献的这个人的信息了吗我特别想当面的谢谢他这个嘛你爸妈也托我打听了但是呢这个捐髓者再三表示不愿意透露他这点上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反正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孩子将来能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看你这个爸爸啦异性相吸放心我找他好好谈谈
反正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孩子将来能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看你这个爸爸啦。异性相吸，放心，我找他好好谈谈。反正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하여간지금내가할수있는일은없어，孩子将来能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看你这个爸爸了。아이가앞으로건강하고즐겁게자랄수있는지는아빠인당신한테달렸어。异性相吸，放心，我找他好好谈谈。요걸알아두시면좋겠죠。同性相斥，异性相吸。동성끼리는여자여자남자남자끼리는서로배척해요。여자남자사이에서는서로끌어들여요。그러니까여자남자사이가얘기가잘된다，서로배척하지않고，이런얘기죠。그래서엄마하고딸，지금사춘기에들어간딸대화가안되는중인겁니다。여자남자사이에서는얘기가잘된다고했어。안심해，내가딸한테가서잘얘기해보도록할게。反正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孩子将来能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看你这个爸爸啦。异性相吸，放心，我找他好好谈谈。反正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孩子将来能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看你这个爸爸啦。异性相吸，放心，我找他好好谈谈。我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我自认为拥有朋友，拥有金钱，拥有了一切我想要的东西，我能够改变一切，甚至改变世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终究还是无能为力的。我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我自认为拥有朋友，拥有金钱，拥有了一切我想要的东西，我能够改变一切，甚至改变世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终究还是无能为力的。我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我自认为拥有朋友，拥有金钱，拥有了一切我想要的东西，我能够改变一切，甚至改变世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终究还是无能为力的。我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我自认为拥有朋友，拥有金钱，拥有了一切我想要的东西，我能够改变一切，甚至改变世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终究还是无能为力的。我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我自认为拥有朋友，拥有金钱，拥有了一切我想要的东西，我能够改变一切，甚至改变世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终究还是无能为力的。我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我自认为拥有朋友，拥有金钱，拥有了一切我想要的东西，我能够改变一切，甚至改变世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我们终究还是无能为力的。上学的时候解答的问题，好歹还有个答案，可是现在我每天遇到的都是没有答案的难题。遇到无能为力的事情，有一种想放弃的心情。上学的时候解答的问题，好歹还有个答案，可是现在我每天遇到的都是没有答案的难题。遇到无能为力的事情，有一种想放弃的心情。上学的时候解答的问题，好歹还有个答案，可是现在我每天遇到的都是没有答案的难题。遇到无能为力的事情，有一种想放弃的心情。上学的时候解答的问题，好歹还有个答案，可是现在我每天遇到的都是没有答案的难题。遇到无能为力的事情，有一种想放弃的心情。上学的时候解答的问题，好歹还有个答案，可是现在我每天遇到的都是没有答案的难题。遇到无能为力的事情，有一种想放弃的心情。上学的时候解答的问题，好歹还有个答案，可是现在我每天遇到的都是没有答案的难题。
到无能为力的事情，有一种想放弃的心情。上学的时候解答的问题，好歹还有个答案，可是现在我每天遇到的都是没有答案的难题。遇到无能为力的事情，有一种想放弃的心情。我的妻子患了重病，住院费、手术费都很昂贵，我负担不起。我虽然着急，但却无能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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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到底有多严重啊？集团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可是我还是想陪你回去。这事到底有多严重啊？集团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可是我还是想陪你回去。这事到底有多严重啊？集团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可是我还是想陪你回去。这事到底有多严重啊？集团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可是我还是想陪你回去。这事到底有多严重啊？集团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可是我还是想陪你回去。这事到底有多严重啊？集团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可是我还是想陪你回去。这事到底有多严重啊？集团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我知道我无能为力，可是我还是想陪你回去。那您知道有关于给我捐献的这个人的信息了吗？我特别想当面的谢谢他。这个嘛，你爸妈也托我打听了，但是呢，这个捐随者再三表示不愿意透露他，这点上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那您知道有关于给我捐献的这个人的信息了吗？我特别想当面的谢谢他。这个嘛，你爸妈也托我打听了，但是呢，这个捐随者再三表示不愿意透露他，这点上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那您知道有关于给我捐献的这个人的信息了吗？我特别想当面的谢谢他。这个嘛，你爸妈也托我打听了，但是呢，这个捐随者再三表示不愿意透露他，这点上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那您知道有关于给我捐献的这个人的信息了吗？我特别想当面的谢谢他。这个嘛，你爸妈也托我打听了，但是呢，这个捐随者再三表示不愿意透露他，这点上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那您知道有关于给我捐献的这个人的信息了吗？我特别想当面的谢谢他。这个嘛，你爸妈也托我打听了，但是呢，这个捐随者再三表示不愿意透露他，这点上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那您知道有关于给我捐献的这个人的信息了吗？我特别想当面的谢谢他。这个嘛，你爸妈也托我打听了，但是呢，这个捐随者再三表示不愿意透露他，这点上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那您知道
有关于给我捐献的这个人的信息了吗？我特别想当面的谢谢他。这个嘛，你爸妈也托我打听了，但是呢，这个捐髓者再三表示不愿意透露他，这点上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反正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孩子将来能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看你这个爸爸啦。异性相吸，放心，我找他好好谈谈。反正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孩子将来能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看你这个爸爸啦。异性相吸，放心，我找他好好谈谈。反正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孩子将来能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看你这个爸爸啦。异性相吸，放心，我找他好好谈谈。反正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孩子将来能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看你这个爸爸啦。异性相吸，放心，我找他好好谈谈。反正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孩子将来能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看你这个爸爸啦。异性相吸，放心，我找他好好谈谈。反正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孩子将来能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看你这个爸爸啦。异性相吸，放心，我找他好好谈谈。反正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孩子将来能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看你这个爸爸啦。异性相吸，放心，我找他好好谈谈。